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证明这个部分哈，就是两个函数相乘相除的话哈，那么它会变成呢，微分以后会变成 g 平方分之啊 ，gdf 减掉 fdg 哈。那么这个定理哈，我们在证的时候呢，就用到上面这两个哈，用到上面这两个综合起来就 OK 了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就不用再从那个 limit 那个基本定义了，因为呢，这两个函数呢相除在一起哈。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呢，这个 f 跟 g 分之一哈，这样子两个函数乘在一起哈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只需要哈把这个上面相乘的这个公式里面的 g 哈，你给它改成 g 分之一就 OK 了哈。那我们就直接把它改了哈，就改成 g 分之一哈。所以这个 g 它就会变成 g 分之一的哈，啊 g 就直接变成 g 分之一。那因此呢，按照这个刚才定理四哈，第一个部分哈，它微分以后呢，就会变成呢 g 分之一 df 哈，再加上呢 f 哈乘上呢 d g 分之一哈 g 分之一。好，然后呢这个部分哈，我们再使用呢这边这个式子哈，我们再使用这边这个刚才证的这个 g 分之一的微分哈，那它就会得到呢，这边我们就把它写成 g 分之 df 哈。然后再加上呢，这个 f 哈、乘以呢 g 分之一的微分呢，它会变成 g 平方分之负 dg 哈、好，这个在这个部分哈、g 平方分之负 dg 哈、g 平方分之负 dg。那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再把这两个式子通分一下哈、就 OK 了哈、因为分母呢是 g 哈、所以我们在分子分母呢都同时给它乘上一个 g 函数哈。这边同时乘上 g 哈，同时乘上 g 函数，那所以呢，我们整个这个分母呢就是 g 平方了哈。那这个分子呢，第一项呢就是 gdf 哈，那第二项呢，我们把这个负号写到前面来哈，它就变成减掉 fdg 了哈，减掉 fdg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两个函数相除哈，它的公式啊。那相乘呢，又把它叫做乘法律哈，微分乘法律；相除呢，又把它叫微分除法律哈。那这两个公式是非常重要的公式哦，同学务必要把它背起来哈。